咱特别开始甲收音机声连线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这是新婚姻之声 FM 89.3。咱每礼拜二暗时九点至十点一点钟的时间，由阿翔、小弟、老国祥为大家主持，当然心声，欢迎大家收听。今日是西元2019年12月初三，旧历11月初八，离这个选举1月十一，每年的这个时间大概剩一个月，搁一礼拜吼。所以咱即卖即个媒体吼，对这个选举议题拢较敏感啦吼。所以一寡较争议性的，咱尽量卖提起。所以讲听众朋友小寡来看咱照实在来讲，安尼就好啦吼。咱今日这礼拜的话题吼，我想。这个向心啊，吼，这个叫正名叫向慈心，甲共亲翁仔某吼，讲因为涉及这个澳洲的一个共匪的贼啊，共谍叫王立强吼，所以讲受到咱检调的这个传讯啦吼，但是讲疑似共谍，但是佫无要知啊吼，所以我感觉这大概就做一半尔啦吼。那当然啦，即一挂话题嘛，牵涉着讲吼，若讲真正香港对台湾即反送中的代志吼，若台湾遮要的话吼，我希望咱的政府都爱认真嘞吼，毋是干讲一半，啊，佮最近咱的蔡政府对伊的执政吼，讲真满意啦，但是我是爱呼吁讲吼。要讲满意的时阵吼，爱听听百姓、听听民间的声音，吼，有诶代志毋好讲过头，讲过头变倒看破卡手，安尼也无较好啦吼。即因为最近有一寡代志吼，咱用好来提出讨论啦吼，是咧检讨啦吼，毋是咧讲要叫人选卖选安怎吼。那么第二话题来看咧讲，就是十一月28啊，即个。彭文正啊，这知名的本土的媒体人啊，对蔡英文的政府大概真袂爽啦，对伊的论文的代志嘛穷追猛打吼，但是今日啊变总统有出面吼，出面但是无讲的这话题，但是伊最主要是向一边一国来这个宣传选举吼，因为媒体能见度拢无嘛，所以正本土的声音感觉上拢无传达伫这个民间的心声，所以讲。伊表态吼，讲伊身为民进党的终身党员，佮伊是当然的党代表，所以伊支持民进党提名的蔡文连任吼。包括伊叫即个地亲族来表态时阵吼，但是总是因是个人吼，因为佮民进党的感情，即我想大家毋免想佮看佮真严重啊。但是总是伊个党员一边一个行动党个党员是开放选举啦，因为个人有个人无共看法。尤其毕连辉当期是讲，若无直接变总统，就讲无要支持蔡英文选总统这个代志吼。到即阵也未摕到解决，所以个人自业、个人担吼，个人拢有个人个想法，这就是民主个选择啦吼。第三话题来看来讲吼，最近。讲一个生计促进会啊，来改选啦。我讲当署长是张善政啦，奇怪，政党轮替差，生策会当署长号召张善政，拄下任的行政院的议长来担任，到即阵才要换人，佫换汪启惠，汪启惠毋是讲去互检调讲伊有爱起诉无期徒刑情况，虽然即摆判无罪，但是检调也无要回失的。这情况到底包括一个以前有论文的问题，是我台中一中的同学叫杨盼慈吼，我这个人是吼，等于讲吼，卖讲六亲不认啦，咱是吼有法度大义灭亲的人啦吼，虽然是我的同学，但是唔是讲介熟的同学，是同届吼，要同过班的同学，但唔但是初中或高中，我一个手嘛袂记咧，所以我对伊无介熟。
但是伊做代代校长时，咱嘛无去攀亲，代顾啊，当时伊论文发生问题时，竟然阁有法度一政策会来做董事，话讲人才啦，但是人才是人才，但是如果这个人才用到无好的所在吼，这人才吼变作是这个邪恶的恶才吼，安尼就唔好了吼。这是咱来看，包括啦，最近讲妙天无要挺韩国瑜，改支持这蔡英文总统吼。我想这大概无意外啦，因为我用一个连带联想话吼，就讲这个人甲啥人好，迄人甲啥人好，安尼有可能因家己本身就好啊，吼，就讲。伊甲伊是足好诶朋友，伊甲伊另外一个也足好朋友。比如讲，蔡英文支持柯文哲来放杀姚文智，那么柯文哲甲妙天诶信徒徐新仪，民国党诶主席是足好诶朋友。安尼柯文哲当然甲妙天嘛是好朋友，所以安尼连带妙天要支持蔡英文，无要支持韩国，就是足自然诶吼。尤其最近。李彦秋、陈昌文、陈辉文、董柱孙，即以前海阿扁啊、屁秀阿扁啊破的屁秀，甲无一个好诶，拢接续拢一直来挺蔡英文来批韩国瑜，所以咱安尼就用看着讲，安尼咱咧支持什么人就无遐要紧啊啦吼。那么上尾话题来看着讲，即高嘉瑜当初时讲咧批评陈水扁总统。刷咧，伊进前自2006年时有发起咧投变，所以相当是红衫军咧。即摆搁咧批评讲，叫阿扁总统卖加讲话，无伊麻烦制造做，叫后任的韩国瑜来得势，无就甲关转去。安尼是即个人感觉选会落，即个是南港甲即个南港甲即个内湖吼，下咧选举个，听讲甲一个做戏啊吼，做戏个某，可能是迄个土中康吼，因某叫李彦秀，现任个立委啦，等于国民党甲高嘉瑜咧选，我讲其实讲个，因两个拢拿手个，因为我直接无客气甲大家分析就讲。历任的代代会长拢有可能国民党安排会照别啊，吼！即我甲大家证实一下吼。当然啦，尤其苏俊清即摆是屏东，要用无党来选，只要能看到讲民进党即摆吼，咱袂使阁姑息民进党踮遮咧变即款诶，那袂输要甲屏东已经淘汰过迄款诶乌金诶故乡，阁是有点。过来重现的感觉，当然无遐严重来讲，但是嘛袂使互腐化的啦，吼、哦。这就是讲，咱一定要支持一个正本土的政党来做一个防腐剂，所以这就是咱是安尼支持希洛岛，还是一边一国行动党这个原因。当然嘛，希望讲最起码有一个会用达到门槛啦，安尼才袂去哦，两大兄弟啊党啦，吼、哦。两岸花伫下底啊党，因为你是国会六个八席的民进党，感觉上甲国民党迄35席，哪想咧一搭一唱，拢咧替财团服务的，因为对民间无遐来关心的话啊，咱就无想要甲支持啦，吼、哦。我用大概今日咱的话题一只吼，讲偌济咱就算偌济，尤其是选举要到的期间吼。一寡讲话较敏感的吼，有当时啊，咱主持人有当时啊，拿捏嘛无一定真准啦吼，请嘛大家包涵啦吼。我讲相亲共亲的翁仔某这个代志吼，有个人讲信者恒信，不信者恒不信。有个人讲伊是甚至后日讲迄国民党诶，国民党讲迄民进党自导自演呢，这毋是完全无可能啦，只是讲吼既然澳洲。即个媒体嘛好，因是用媒体专访诶，所以专访是安怎？伊即个一个讲题，有法度家己个人去接受专访诶，所以即种有蹊跷伫咧。所以人澳洲诶司法单位啊，伊较公正，由伊来做一个审判甲调查，
那水落石出以后，咱才来做一个正确的评论。总是咱无法度讲第一手时间拄着讲，我都查着讲，这到底是真诶假诶时阵啊？咱来看讲，啊，实际上伊讲诶迄十项，讲是台湾甲香港有共匪大量渗透诶代志啊！啊，有即个代志无？啊，当然是有啊，因为五千旗甲咱诶寺庙、里长等等诶，拢去互通奸啊！啊，所以以前马英九是8年，都已经互中国大量诶国法甲卖台服贸，国会无通过，名义上无通过，但是伊偷偷咧做啊！但是民进党诶政府即3年外，竟然若像是柯信荣甲洪基聪是中国者，受着中国诶控制，而来甲民进党当来是台湾时啊，有可能南京房嘛渗透至民进党手底，所以咱来做一个防腐剂讲，如果恁遮人拢无要义讲，到底台湾一寡遮个危险的问题，你要安怎处理？若无好解决，无好真正来有心来处理，安尼咱就讲，即个王立强即个代志，有可能拢男女咧做鬼嘛？啊，我提着什么理由？比如讲，即个林淑芬呐，一顶年咧主询时啊，讲是安怎？咱的即个里长啦、寺庙啦，啊，遮个洗钱嘛好，也是讲汇钱入来咧帮助一寡韩流，也是共。遮共产党诶同路人踮遮咧选举诶，包括同处党、白人即个代志时啊，啊是啊，问一寡咱诶内政部、咱诶金管会吼等等遮诶单位啊，竟然逐家那袂输咧白咱诶吼，比如讲问国安局时讲啊，遮有检调，啊检调讲哦，啊这个金管会查清楚，我们自然会查办。那金管会出言讲啊，这要有专业来查处吼，啊你毋是专业吗？啊陆委会讲啊，这个两岸关系条例有时候很难界定哦，啊这个央行讲啊这个如果要查出来需要检调哦，来专业来真讲申请调查，才会给人这个资料。啊调查局讲啊，敢会用查个案吼，啊而且会行文给中央银行。伊退后，伊退后，伊退后，伊，你来看，只要有国安、有检调、有金管会、有陆委会、有央行、有调查局，你看，凊彩讲的这六七个单位，包括内政部，七个单位竟然逐家拢在吹皮球，啊，你敢真正，你来迄防止国共匪，还是讲这的资金中资要流入来这应用选举的，包括进前人咧讲，这潜毒哦，包括这个用。赌场的这个的过罪，也是讲哦，人讲是那是贿选的这个牵赌啊，这款的这真好查啊。你主要把迄个头啊、左啊头，也是讲这的赌徒好好来控制的。那如果发生的这个风吹草动时啦，你着发动侦查，我讲啦，伊就毋敢唱手，毋敢动啊啦，袂晓讲查无啦。啊，无话，咱来做一个。全民的法务部，你也看咱查有啊查无，所以瞒着瞒不成嘛，吼、哦，当然啦，即个若要搁讲起来，就讲你若讲真正对即个纳台妹吼、哦、有信心的话，那么反送中即个纳台妹时啊，即摆听讲顶几工啊，有香港的学生来台湾拜即个纳台妹啊，啊即个时代力量的黄国昌。哦，讲邀请咱的国会，也是讲相关的单位，对难民法啦，也是讲香港这的难民，这要安怎寻求庇护啊，寻求一寡一个避难所的时阵啊，啊，竟然讲啊，咱的这的相关的单位啦，包括教育部啦，包括陆委会啦，包括移民署啦，刚刚要叫这三个单位来做一个表态，也是讲看有法度解决无？结果讲拒绝出席啦，安尼敢真正是咧反送中？安尼敢咧真正是纳台咩？所以咱要义是一只，你毋好甲讲个尔，你爱做出来，互人民看。所以一边一个行动嘛好，也是讲真正爱台湾的本土的力量啊。即摆民进党等于是一言堂，所以六个八七无听的话是林淑芬，即摆就感觉上迄个主席了，伊嘛毋敢阁主席啦。啊，等于变作
少数人无声的，你若要有声时阵啊，有可能因为初选的问题，拢是党主席爱清点下去的，安尼是到时伊就无法度选啊，后摆就无法度表现啊。所以这是初选办法，我一直咧强调，如果若咱的国会、咱的初选制度，即、这个方面把民主化无法度好好来建立的话吼，安尼可能咱未来民主路会愈行愈远啦。尤其你讲话，你要选贤与能，你要选一个较清廉、有能力的人啊，你根本都无机会嘛。因为你还有钱，你还佫有势，佫有佮人挂钩的时阵，你才有法度去摕到这初选的名。无你着两大党佮你只啊咧控制条咧，你咪算。所以讲吼，这咱是未来好好来拍拼的所在啦吼。啊，咱嘛来看讲，有人讲这蔡英文的论文无重要，啊，当然一半人讲足重要，因为新加坡的前的总理吼，都过往无介久吼，即摆是李显龙，因爸叫李光耀哦。那么李光耀相当于新加坡的国父，但是伊对伊的即统治的新加坡啊，足成功的。啊，所以伊讲一句话，伊讲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若无诚信啊，一个国家难免最后会灭亡啦。啊，所以咱就看到这点，确实嘛是有影，因为世界民主国家一定爱讲究诚信的。所以咱是要求讲吼，啊，既然蔡英文如果讲伊这论文甲毕业证书是真的话，就好好甲伊的真的提出来互看嘛。若无的话，我想若要照讲的，即届可能若像秘书呐。人讲啊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有理，其实无影啦。有人讲信则恒信，不信则恒不信。我讲以我立场，我嘛无要信这套啦。啊，总是即届选举，台湾人要去用洗脑中间吼，咱嘛无爱讲是啥人对，啥毋对。最主要是讲，希望蔡英文面对彭文正即几个人正朴素的主义中间啊，你都爱提出诚信出来吼。啊，选前你可能也袂提出来，选后总是有见功报的一天啦。只是阿翔要实在来讲，阿翔也算一个知识分子吼。我相信我是无钱读博士尔吼，本来咱嘛想要立法，但是咱是无钱。但是咧，如果若讲一个足要有法度摕一个1.5博士的人，这世界若无这个范例的话，咱就莫相信，因为看这种是神话嘛，因为蔡文他些讲的话，那是拢是神话的话，咱就无法度甲相信啊。世间头1.5个博士的，啊，而且他有讲2年，甚至若要照伊的讲通过口试的迄个资格，这个笔试的时阵啊，你都要有上无上无，你要近2年以上的准备啊。他有讲，连咪讲半年，连咪讲2个月，啊，伊就通过啊，安尼就是自我矛盾啊。所以有矛盾、有疑问的所在啊，伊就爱家己来说清楚、讲明白。啊，无若要照来讲诶，咱用看讲，伊最近咧讲，讲连改时做了上好啦，吼、哦，啊口蹄疫啊改除即个拔针啦、啊、吼，伊就讲口蹄疫即、這个，伊1996年、1997年迄当阵。哦，宋楚这个惹出来的祸啊，口蹄疫啊，安尼是即摆别人无法度解决，甲伊只解决啦。哦，啊，讲前建国造前的总统无一个做会出来，甲伊开始做。哦，啊，释小龙以前足早就开始，咱释小龙毋捌排个第一，换伊时开始排第一。哦，啊，讲包括讲加伊2年摕到博士。吼、哦，啊，甚至讲，敢若伊摕到1.5个博士，也是讲一个论文都2个博士，包括讲纽约42街，哦，这大楼都是伊买，结果咧，一个一个拢破功嘛。啊，所以讲个甲做个无共个时阵，咱就无一定爱相信伊啊。啊，因为呐，即、这个连改吼，毋是做了好个，因为连改即摆也未完成啊。未来要有一大坑洞啊，因为还无公平嘛。罗岗的啦，一般人民的，这个年金的，摕无偌济钱。咱来，如果
若讲有法度规划讲，我几年后要做到啥程度，几年后要互人民在我任内拢摕到公平正义，安尼你才来家己报嘛？毋是啊，因为你说乱套就连改啊。如果若连改像后壁总统时迄当阵，先甲18%，先甲迄个交迄个等于讲吼，一个利率也是讲，即个迄个纯提利啊，甲甚至连前竟然有法度提存1400万，啊加安尼18%，伊一个月就有法度领20几万，啊即款无正当，你着爱甲换落来嘛。啊，甲减到剩300万以下，一个月会用领3万最悬的，安尼最起码就差20万啊。若坐坐这高官，你拢有法度去甲砍回毛，真正砍回毛，这毋是正港的连改，毋只小可较有一点仔讲有进步的连改。啊，若无的话，这造成人的困扰，造成人的不便，佫无法度讲好好来信服别人，安尼。即连改就乱套啊！尤其你连改遐省出来钱，到底摕去啥物人口袋啊？因为咱发现讲，即摆第一床驾务的一挂部会真侪啦。我头先咧讲啊，詹尚正这人就是安尼啊。他讲一个下任的行政院长，有要7、8个职位，互伊踮安尼啊，都免惊。啊，包括即摆足侪啥物各地的办公室，以前有北部，啊，尾有南部。即马阁有中部，跩阁有嘉南，阁有苗栗、桃竹苗，阁有东部，阁有对，哇！啊，得派兵、派官、派甲，吼、哦！啊，即考题伊是各任的即政府，尤其有投入即个考题防疫的人的功劳。啊，当然伊有时程啊，甲你的手底先讲嘛，毋是你的功劳才对啊，只是讲你爱。未到车成功的人员的功劳，啊，毋则对啊！太阳讲甲这功劳变做家己身上啦，我就感觉这款也是足不可取的啦。包括浅见国造，哦，咱以前在讲啊，如果你咧建，你都办袂好6条，你都无生一条出来。浅见总共听讲最起码35万的零件，台湾到迄技术，台湾到迄制作力，无可能嘛。啊，若无可能的时阵，你是安讲，为你做就变做成功啊！你嘛讲做到有领文时，才来讲，这是我的功劳，啊，无啥人无要做。你到时阁钱落一大堆啦，实际上敢有做出来？包括迄五个顾问的公司，顾问哦，甲遮的浅见的顾问公司，啊，竟然有拉外一件的嫌疑犯，安尼咱就讲到底算真算假？包括苏小龙的代志。苏小龙是以前台湾是苏小龙主守的。照讲，如果若好好做的话吼，全面执政，归入阿扁总统迄当阵开始阁拼落啊，有可能苏小龙主守的。但是因为你甲累积起来，你的实质上的 GDP 成长率甲你的整个的高度都无人遐济啊，因为咱一个月已经赚到4、5万。哦，已经一年 GDP 人均所得已经4、5万美金以上啊，咱才2万痛尔，咱凭啥敢讲咱已经苏小龙第一啊？所以实际上，咱都要谦卑来面对国人，好好来拼这个台湾，好好来做，然后成功予人民去评断，毋是家己讲老王自夸、自卖、自夸，安尼就无好啊！吼、哦，所以咱是要呼吁讲吼。如果论文同款，你拢讲一寡只家己要听的话，无真正听别人甲你质疑，安尼是无真正去面对讲，即论文甲毕业证书本来就足简单个代志啊。如果阿雄若真正遐嚣掰，一代代一到位吼，拢、哦、有法度毕业，有法度摕到正好个职位，那么即个证书甲论文，我着足简单摕予大家看，敢毋是吗？这就是一个逻辑的判断嘛。如果若点啊暗暗捏捏，啊，佫叫一挂总统府点啊咧调来调去，佫共封存家己的一挂秘密，安尼是表示见不得人，敢毋是啦？所以希望有一个检讨时间啦。咱的批评就是讲，如果做唔对，咱就不容姑息啦。
如果孤是，我来讲，不但是时间的敌人，甚至是对家己交代袂过，安尼台湾是无法度做民主进步的一天啊！吼，多谢咱今晡大先讲到这，下晡啦，咱再搁继续。咱前半段先安尼吼，咱下半段再搁继续，较袂浪费这三分钟。